应是吧？别犯规了。靓仔们，收到情报，有个500多万粉丝的靓女打排球特别厉害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先暗中观察一波。哇！果然名不虚传，已经是最后一包了。果然服不服？不必来了，我跟你讲，三个猪那个人，我那袋零食都没了。你给我仔细听听。快点吧，又要收拾烂摊子了。你好，靓女，可以跟你打一局吗？你谁啊？我是那小胖徒弟。他都打不过我，你还想打得过我？又要来一个输的。哎，我在网上学过一点，我在又想来个输的是吧？打球吧，有好戏看了。啊，好，罪恶的一天开始了。那我先开了哈。小城献丑了。哇，可以哦。开球有劲，那我继续打了。是吧？第一步，先让他放松警惕。哎呀，这有这就飘了，小食物也能理解了，随便摆，开零食店有望了，还可以吧？打这么好啊，轻轻松松，哇，不好意思，啊，这么高难度都打得进啊，上不上水了？厉害哟，确实是有一手，蛮牛的，蛮牛的，还不错哎，好厉害哟，哦，差点给他进了两颗，厉害呀，嗯，这姿势也太炸了吧，这局演也行吗？开心到起飞，他真的不简单。还不错哎，挡住了，哈，挡不住的。不会吧，我不相信，举行胜利仪式可以吧？我就是天赋异禀，不行哎，你还是跟你师傅好好学学吧。刚没认真打，我要认真打，你打不过。对啊，硬是吧？那再来一把，如果能赢的话，我就请你吃河北先生。就在这等你。还有这种好事，那我摆球了，啊，球摆好了，我先开好。你就开球一次机会咯。我认真打，你没得上手。下课。可以。可以。行，怎么打？等着我吧，河粉先生。哎呀，身高不够，单手也可以是吧？嗯，可以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要认真了。你的机会可不是一直有。可以吧？这是跳球吗？翻蛋，他怎么懂得那么多？哎呀，这几个球不好打吧？演戏演全套。这不对劲，这天宫有点不作美，别犯规了，好好学学吧，小姑娘竟然被他装到了。哼，这球你能进，我叫你师傅。一意为师，终身为父啊！保进，还没增加，大不大嘞？下课。还走到位了，好了，欺负这个黑八就免打了吧，我们直接去吃河粉去吧。这么早，要不晚点吧？晚点还有节目，快走。真的吗？